不同年龄收红包五岁。来，盛楠，咱给你红包。哎，给啥红包？跟小姨说，谢谢小姨，咱不要红包啊。谢谢小姨，我不要红包。十五岁，来，盛楠，红包。不用了，小姨。哎，小妹，你干嘛？哎呦，我给孩子。我不能要，不能要。哎呦，我给孩子，你管？孩子都大了，还给啥红包？不能要，不能要，什么意思吗？孩子大了，不能要，给孩子。哎呀，不要，怎么了？来，盛楠，快快快！哎，不能要。哎呦，盛楠。哎呀，小孩了，不要，你怎么就这样？我一定要给他红包，快点拿着。十九岁，我们家楠楠之前也是，是吧？我先去上个厕所啊。红包拿着，快来！帮我小姨，我都长大了。妈不在，你们收下吧，没事了。哎呦，你妈不知道，趁她现在不在，快点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吧，每次都不拿。姐，上完了，时间不早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再坐会儿呗。哎，不用走，不用走，走了啊。小姨，拜拜，我们慢走啊。